第一个是 nobody cares， 没有人在乎。哇 ，OK。第二个是你说的对。啊，你说的，就这么讨厌打字吗？王嘉尔真的太搞笑了，被缩写逼到抓狂。不过果然一吐槽，表达能力就非常完美。赵小刀遇上网络用语测试，也只能表示太难了，连猜好几个答案都不对，真的是难为我们丽颖了。好行吧，其实弹幕的表情二维码。撒贝宁这百分百的错误率真的是太搞笑了。NSDD 是不是你是叮当是吧？ZQSG 是早起是狗。嗯，原来学霸也有完全答错的一天，这答案也差得太多了吧。邓紫棋秒变表情包太好笑了，不过姐姐原来还是个造句小天才。不要急着结婚，你也可以是一个稳单。再出一百题好不好，这题目太简单了。吴青峰也太厉害了，竟然每个都能猜对。青峰老师麻烦去教一教前面几位零分选手吧。网络用语虽然有趣，但真的有点难猜，你们喜欢用网络用语吗？